从《武林外传》中斯文的白面书生吕秀才，再到现在左拥右抱的魅力男，在电影《李可乐寻人记》中，于恩泰彻底颠覆了自己的形象，向大家传授起了求爱绝招。如果你看过《李可乐寻人记》，三个全拿下，因为我们掌握了诀窍，美女就怕赖子。